那是靠你的嘛。任务两三期啊？有啊。哦，都出出八百个文呢。一次几钱收的？都破了你什么？其实你咧录下景咬下，啲手手脚脚都好舒服。系啊。你都唔使执成身嘅。中午原來係啲腳全部都入曬位，仲啱曬啊！冇嘢執嘢，唔好玩嘢。腰痛啫，所以腰痛就依嚟，佢肥長期而會咁啊。佢只不過幫你舒緩下，唔好大家都冇翻啊嘛。係。咁又幫手。錯咗腳。